啊，是恁家教，咱才教得起心来，我落敬拜的上帝。你就感谢耶和华，求叫伊的名，伫万百姓的中间保佑伊的所作，就用伊吟诗，用伊唱歌，我落，但用伊一切奇妙的所行，就因为伊的圣名来夸口，找耶和华的人心内就欢喜。要求亚花甲伊的关联，常常找求伊的面，各位下节平安。平安。这时，咱三个来吟圣诗，圣诗第七首。主亚花是我的牧者，请起立。圣经诗篇三十一篇，哦，咱伫咱圣诗的部分哦，第十篇的经文，那无圣诗咱唔当看这个图形吼，啊，咱用经的方式，我读黑色的部分啊，像现在读红色的吼，经文第十篇，过是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加抗的，真赞叹我。亚花无算伊做有罪，伊的心无干杂的。自然无法比。我静静的时，我的骨头枯打。因为我当年我所想好。我对你排列我的罪过。不能怪我的罪过。我讲，我要对亚花承认我的过失。你是承认我犯罪的罪。因为安尼，既然虔诚的人。在通找到你的时候，就祈祷你。我这也是没关系，你最好看我的你是我香味的所在。
一年一万万的感恩。你要用地球的歌四四零比我。我要相信，四四零的感恩。我要注视注目看你来看待你。我当今天进入就用马甲酒，马拉索约束因。拉索因酒，我愿意。害人受一个苦难。多多包容了外人，愿主赐恩。恁二人啊，就因为摇花来欢喜快乐。心愿成真，愿主赐福。感谢上帝哈，这是咱三个来感谢这样这个祈求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神三位一体的真爱上帝，今日是你分别过圣的日子，在这个时阵，你正今日来到你的宝座面前，阮要来专心来敬拜你，来俄罗斯。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你掌管一切，我的生活，我的动作，拢在你里。愿万民向你跪拜，万罪向圣灵里。尊荣的天父上帝，我诚心来向你恳求，在我中间有辛苦劳苦的，代志无顺心的，心灵软弱的。求天父上帝亲自来安慰因，来引导因，使因伫因的心上减轻因伫肉体甲心神的痛苦。也求圣神伫阮慈悲当中，运用伫阮的心内最感动的工作，让兄弟透过诗歌、敬拜、祈祷，甲你的信息，甲你有美好的沟通，所有兄弟拢会当享受你的同在。只是求主安静我的心，我的人在这，我的心也在这，有必来领受你的话，愿你的话进入我的心，愿得到造就，也得到帮助。愿你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。阿门。来，请坐。过来，这郭妈妈来传赞美操吼。来，印传单来用赞美操来，我都想听。刚刚我跳几遍啊？这有三遍，跳第一遍啊，第三哦。大家请来听到，敬拜神，谢谢。
天父，阮确实是劳苦啊，担担的人，亲像拄啊只赞美操的朋友，互阮的提醒，阮着找你，阮着求问你，阮才会当得到安息，因为你的担是永远的，你的担是轻省，这是阮。聚集在你的面前的目的，帮助你落播讲你的话，也开正兄弟姊妹
的心，不单是外面的耳孔，内面的耳孔哦，阮会听到你的声音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上帝有目睭无？人有目睭，咱知影。目睭伫倒咯？伫你的面咧，一个伫这边，一个伫那边，啊，偏的两边有两个目睭。照咱有时阵人会讲哦，你的目睭伫你的头壳顶。意思是讲，这个人哦，看上无看下，看唔起别人。啊，你捌听到讲，目睭是伫额头有无？所以有咱的目睭去是伫额头有。意思是狗眼伫看人啦，啊，狗眼伫看人就是看人假啦。所以人有目睭，咱知影。不过上帝有目睭无？啊，咱就歹听人在讲，天有目睭，对无？啊，咱啊，华人啊，讲天哦，常常是指神啦，吼。啊，刚才你嘛听伊人在讲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好无？意思是讲，人在做的时阵，神在看。但是到底上帝有目睭啊无？这是我早起要跟咱大家想的。啊，圣经讲真侪关于上帝目睭的代志，我来整理哦。啊，我提出六点，甲各位三个分享。头一点我爱要讲，上帝看见一切，啊，我咧讲的一切是指一切的事物。啊，真侪圣经在讲着这款的代志。箴言十五章第三节，耶和华的目睭无一所在无滴的，歹人、好人啊，伊拢总监察，监察就是看见啊。诗篇三十四篇十五节，耶和华的眼目，还是讲耶和华目睭看顾义人，伊的耳孔听因的呼求。啊，彼得前书三章十二节，因为主的目睭看顾义人，主的耳孔听因的祈祷，独独有惊怕的人啊，主应因变变。啊，这经文你甲人讲什么呀？就讲目上帝目睭啊，看真清楚，无一所在上帝目睭看袂到，无一个人上帝看袂见。无一个时间，上帝无日日咧看，上帝的目睭，上帝的视线，无受着时间甲空间的限制。有一间天主教的小学，爱日斗阵是排队三角架，叫做 cafeteria style， 啊，一项物件一项物件安尼排咧。当这囡仔行到摆苹果迄个所在，要摕苹果，啊，迄收入嗲写一个纸牌，惊囡仔摕伤多。伊讲一人一粒，上帝伫咧看。啊，这囡仔摕苹果啊，就讲上帝伫咧看哦，一人就摕一粒，不要不惊。行到啊路尾啊吼，是朱古力的糖的迄饼，巧克力曲奇，你知影囡仔真爱食吼，真爱食。啊，因我再看到一个牌，这毋是收入写，毋知倒一个学生啊去写的。伊讲看你要摕几个饼，你就去摕啊，因为上帝目睭在看苹果。敢有这个代志？上帝看啥都无在看遐。上帝咧看啥都会看到台湾袂？上帝若看澳洲，会看非洲袂？会啦。上帝目睭哦，无一所在无伫咧看，也无一时间无伫咧看。这是头一点。第二点，
上帝看见咱的苦难，啊，圣经讲真侪受苦的人，有一个人名叫做夏家，伊是一个富人人，伊是阿伯拉罕的庶女，阿伯拉罕的太太，未怀孕，未生囡仔。啊！伊真正爱有一个好个，啊，所以家己丈夫讲，无你甲这个思路哦，两个同房，啊，看会生一个出来袂？相信这思路就带生啊！带生了，这头爹娘真正烦恼，啊，别人的太太真正烦恼。无囡仔烦恼，啊，这个思路带生伊也烦恼，惊伊讲后摆生一个。啊！伊要怎样跟伊什么法律关系？哎，威胁到伊，威胁到伊的位置，所以落尾从这思路给赶出去。啊！这思路去到啊旷野迄个所在，孤目无亲，点下感觉非常的孤单。上帝，该讲话，上帝看到伊。啊！伊踮伫一个井边一个所在，上帝讲：“你做你道去，我会甲你相甲去咧，我会互你好个圣道，真侪子孙因为你出来。”啊！这个下教才觉悟，伊讲：“原来伫这个所在啊，上帝啊在看我，原来伫这个所在哦。”我也通看著上帝，啊，把迄个井名叫做上帝看见的井。所以我讲，上帝看见受苦的人，即个以色列人去到埃及的所在，这时阵真啊好势，特别是约瑟，伫咧做宰相的时阵，因感觉更加光荣，因得到真好的照顾。总是约瑟离开世间了后。旧约法老唔捌约瑟是甚物人，也袂记哩这以色列人对因的贡献，啊开始，或者以色列人做苦工，或因做真侪工作，或因真正辛苦。啊，上帝要找一个人，将这以色列人对埃及带出来，上帝找摩西。啊，迄个时阵，摩西伫咧过窑。上帝跟摩西讲，伊讲我的百姓在埃及受的苦情，我实在看见了。啊，因为我看见，你就去带因出来，啊，我爱要你带因出来。有一个酒馆的负责人，这是新约圣经路加特别记载这个代志的。伊就一个独生子尔，丈夫也死，所有瓦壳、所有五人，拢总寄伫这个独生子的身上。这时独生子过身咯，伫遐伫咧丧葬。圣经甲人讲，耶稣对遐过时阵，耶稣看见这酒馆负责人的痛苦。耶稣会看见遐受苦的人，有一个地伫一些迄个所在，名叫做必须大地，啊有真侪遐破相的人，有真侪痴迷的人伫迄个所在伫称号，啊因有一款的信仰，讲迄个地什么时阵水来开始震动，第一代先落去迄个得着医治啊。有一个人变水38年，啊，踮伫迄个地面伫咧称号，啊，总是手慢脚钝啊，啊，若水在震动的时阵，别人先落去，伊无法通头一个人落去。落尾有一个人对下过，什么人？主耶稣对下过。主耶稣对下过时阵啊，主耶稣看见这个变水的人。古来拜圣经讲，古来请人，请主耶稣伫个所在伫咧讲道理，伫旷野迄个所在。啊，圣经讲，主耶稣看见因正人，亲像羊无公羊的人，啊，动了怜悯的心。
啊，主要说唔得人看见，人上帝唔得人看见这受苦的人了呢。上帝想办法去拯救在的受苦困难中间的人。我拄啊只所讲迄个下家，落尾伊倒去后，伊真实血液中毒。迄、那个酒馆的负责人，伊的囝，主要说伫遐陪对死来，搁再活。比赛台的湖边，迄、那个38年变水的人，主要说让伊起来行，摕着伊的脚啊起来行。遐讲道，听主要说讲道，几千的群众，还是几万的群众，主要说看见动摇人民，听道理无够呀，主要说各用五个饼。两尾鱼变将熟的食物，我们大人食了百个有剩。上帝的目睭看见受苦的人，看见咱的苦难。第三，我爱要讲，圣经来甲咱讲，上帝看见咱摇摆不定，摇摆不定，以是耶稣。29-17节，虽然安尼啊，我的目睭，这是上帝在讲话，我的目睭照原故受因，无毁灭因，无伫旷野将因灭绝前进。英文的圣经是安尼讲，啊，刚才帮咱更加明白这一节的意思。Nevertheless。My eye spare them. 过另外一个翻译 ，and I look on them with pity. 我用怜悯的目睭来看因遮的人。啊，你若读这个圣经，诶，这个顶面还是上下的文，你就发现迄个时阵啊，以色列这个先知啊，伫咧。指责伫咧纠正这一些的人，爱去回应一寡这一些人的错误。因伫埃及受苦的所在，上帝叫摩西咧甲传去迄个应允的所在，沿路啊，这一些的人真侪埋怨，真侪时阵啊，真无满意，无水通饮，伊也无满意。啊！若有物件通食，伊讲逐日食麻辣，伊也食到真袂爽，讲无肉通食。伊讲阮今摆在埃及嘛，肉比之前较好。啊，你计较甲阮带出来。啊，总是上帝，伊讲我用我目睭看伊。啊，上帝讲我用人民的目睭看伊呐。啊，虽然伊伫旷野沿路有这背业。这些忘恩负义的代志，总是我照完，无将因灭绝前进。所以咱讲，啊，这是圣经甲咱讲，上帝看见咱的摇摆无定着。咱一般人不是安尼，咱若看一个人哦，在迄个所在受到挫折，在所在在咧失势，在所在在起起落落，在所在。亲像真无稳当的关系，你知咱创什么？咱若看到墙壁倒，咱创什么？就应该吐，大家倒毒，倒毒毒害倒。啊，这个人呐，活落钱的时阵哦，啊，咱才大家人倒公石头。你想有这款的代志？有这款的代志？大家人要帮咱。要扶持，要学咯，这个特别成功的人，啊，若一个人小可特别落去哦，你甲斗起来咯。上帝不是安尼啊，上帝用怜悯的目睭来看遐个摇摆无定着的人。第四点，上帝看见咱的善行，咱若做甚物好事哦，上帝看见，上帝纪念。啊，咱人唔是安尼吼，真常吼，咱若对迄人有偏见，只有看到迄人的歹，袂看到迄人好，有一款的代志。
这人无论怎样做，伊会好咱全看袂见。啊，因若歹哦，啊，看较真清楚，啊，这个将会歹个放大。这个是人会做歹，但是上帝毋是安尼，上帝会看到人的好点。有一个富人人，名叫做玛利亚，摕一罐香膏来抹主耶稣的脚。啊，迄个时阵主耶稣在予人请，啊，迄个香膏的味充满了规个厝内，啊，人开始回停咯。犹大主耶稣中间一个学生。伊讲迄个盘古遐尔啊值钱，细间遐尔啊侪送用人啊！啊，你唔当唔通将迄个钱，即款啊你浪费啊，一条仔久用了了，你就将这钱去帮助送用人，啊你唔才有实际，啊你唔才有真实有路用。主耶稣唔是安尼，主耶稣讲，伊为着我所做是件好个代志，并且是为着我。要埋葬迄个时阵啊，欠面抹香膏，啊，伊在先安尼做。主要说会通看见人做好个代志，真侪人伫个圣殿伫个奉献，啊，当因对迄个奉献箱经过个时阵，遐有钱人几千块、几百块安尼弄落去啊。落尾有一个真正可怜，一个酒馆有钱人对遐过，啊，毋知养外久、忙外久，才忙两块钱。啊，这就是伊全部所有的，啊，伊感觉真歹势，真自卑，啊，两块钱安尼该弄弄的，别人看袂着啊，主要说看甲清清楚楚，啊，主要说讲，这个富人人所行比正人所行搁较侪。上帝的囝，主要说会看见咱做甚物好的代志。啊，所以圣经为着安尼哦，才甲咱提醒。啊，主要说特别安尼提醒，讲你若做好事哦，唔免伫正人出现的所在。你若祈祷、若敬家，啊是你若捐钱哦，唔免予人看见啊。甚至你一手所做，迄手无需要知影。啊，总是讲有侪人伫咧看，上帝。暗中的察看，上帝得到的报应。第五点，圣经人讲，上帝佫看见啥物件？上帝看见人的内心，咱就看见人的外表，看见人的外表，看见人的服装。上帝唔是啊，上帝看见人的内心。啊，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卫哦，罗马会中选，然后上帝拣选来取代扫罗王的原因。啊，这大卫老爸叫做亚西，哇，八囝，八大伯囝。啊，这先知撒母耳，上帝叫伊去，讲你去迄个亚西的家内，中间有一个哦，是我要拣选你来做王，取代这扫罗王。啊！这个亚瑟叫伊遐囝七个排队，一个对下过。哇，胃真大汉，真缘投，真英俊，真健康。啊，三毛上欠债就是这个哦，拢是上帝的恩赐。落尾七个拢总经过了，七个竟然不是上帝要拣选的人。啊！这双胞胎讲，啊，你阿哥把你囝无？亚瑟讲有啦，阿哥有真在过羊啦，无伫食啦。双胞胎讲赶紧解救来。啊！迄时阵大地在出现，大卫在出现，上帝讲是这个，都是这个。啊！伫迄个时阵，圣经讲一句话，因为伊讲上帝是看人的内心。不是看人的外表。当主耶稣在做学生时阵啊，有一个人名叫拿但业，伊伫迄丛树下伫个所在，伫遐伫咧冥想，
伫遐伫咧祈祷。规日，阮请个介绍，讲有一个哪些人主耶稣真正伟大，我要分地。那但伊讲哪些个这个小所在，哪会出什么大人物啊？总是我要主耶稣找着哪但伊，伊看到哪但伊的时阵啊，伊甲哪但伊讲啊，伊讲你是一个诚实的以色列人，你的心内无亏诈。啊，伊个该讲多只。规日袂讲啊！你伫树下，伫遐伫咧默想，我已经看见你了。这是上帝，这是主耶稣，伊会看见咱的内心。为着安尼，雅各书第二章提醒咱，讲咱若是看人来礼拜时阵啊，有的人穿甲真整齐，有的人穿甲真时髦，有的人穿甲较爽爽，有的人穿甲真正破烂。伊讲你唔通好款待，唔通优待，唔通尊重迄、那个穿甲真时髦迄个人，看轻迄、那个真正卑贱的人。因为上帝唔是看人的外貌，上帝是看人的内心。我要剩一点啦，第六点。上帝佫看见甚物？上帝看见咱的疑虑，看见咱的焦急佮烦恼。诗篇三十二篇第八章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着行的路。我要定睛啊，甚物叫做定睛？目睭定定伫遐啦，定睛啦。定睛在你的身躯的顶面来敬拜你。刚才我呐用英文的圣经啊，帮咱来明白这个实在的意思。I will instruct and teach you the way you should go. I will counsel you with my eyes upon you. 上帝用伊目睭指导咱。目睭会讲话无？会啦，目睭诚实会讲话啦。有真侪表情吼，是对咱的目睭表达出来。啊，中间圣经有一个故事，我相信大家也清晰。彼得主要说十二啊圣中间的一个真正听主，主要说该讲有一日哦，我要予人出卖，你敢知毋是我？彼得讲别人来下，我的确是袂啊，我饲到三甲四，我也甘愿。到迄日主要说把人压起的时阵，主要说对下底，彼得真是三拜毋是主要说。啊，主要说甲讲过掉以前，过去以前啊，你要三拜毋是我。啊，第三拜必定毋是主的时阵，过去。主要说第二点，主要说什么反应？圣经讲，主要说将必定该大骂一顿，无啦，无主要说痛心。圣经讲主要说我心。目睭看彼得，无半句啊，无半句少变话，就用目睭看彼得。彼得真艰苦心，想着顶摆主耶稣给对伊所提的迄个警告，啊，怎样我今仔日又完失败，又完未认主耶稣，又完出卖我的先生，又完讲我甲伊无关系，彼得真正艰苦心，出去痛哭。悔改，啊，后尾有一个新的彼得起来，将做教会，也做调教，特别是五旬做了圣灵充满，这彼得将做教会一个领袖。我想迄一日吼，主要说目睭来讲，主要说目睭指导伊，主要说目睭该讲，你着行倒落一条路。上帝啊，毋是亲像买车夫。在台湾，我想即阵无买车，阮对面阿个买车。啊，迄只马呐，伫咧拖车的时阵哦，啊，目睭个黄起来哦，啊，即个马嘴即个所在哦，有倒一个物件，创两条绳。啊，迄个马车夫哦，若要叫伊弯，揪一边，揪一边，甲揪起来。啊，有时阵佫坐一边个绳。
上帝无将咱看做马，上帝无将咱看做驴啊！上帝唔是马车夫啊！上帝是咱的天父。啊，老百姓看见，疼惜、怜悯、恭敬，就那以后。不让伊行着路，伤着目睭无？无，无目睭。因为伤着不是人，伤着是神，是灵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上帝手无一定像咱安尼啊，一只手一只手啊，有时手骨会摇摇颤，啊，骨会无去震动啊，无啦。上帝是灵，伊，我想无一定讲像咱安尼两只目睭一个片一种，啊，上帝目睭骨较袂伫头壳个，也袂伫脚头个。但是上帝看会见袂，看会见。上帝看得见，看得一清二楚，看得一目了然。啊，上帝用目睭看见咱的艰苦，看见咱的失败，看见咱的有点不定。上帝用目睭指出咱应该要行的路。啊，所以为着这缘故吼，咱目睭得看上帝，咱就看上帝。不过你讲牧师啊，我着真注意看上帝哦，就看真久，定定看袂着上帝啊。啊，是看真久哦，看到我真仙哦。Bahamas， 一摆无话火烧，这个、老爸对厝内面撞出去。接受到伊个囝，啊，搁伫厝个内面啊，伫房间个内面，啊，做老爸踮外面，啊，看伊个囝火烧，啊，走袂得出来，啊，踮迄个房门、迄个窗啊，踮遐安尼真着急。老爸个讲，你囝，你跳出来，跳出来。这囝较细汉，看袂着老爸，踮窗仔遐，你真济都是看无。老爸讲：囝，你赶紧跳出来啊！这囝讲：爸爸，我唔敢，我真惊啊！老爸讲：囝，你这里跳出来，我会甲你抱啊，我会甲你抓掉啦！这囝讲：爸爸。我唔敢，因为我看袂着你。这老爸甲这囝讲，囝，你看袂着我，总是我爱看着你。你做一条子，上帝就像你，现在你今仔日早起，敢若看袂着上帝的款子。啊！是你看清楚，定是看袂清楚？上帝伫倒落啊！啊！我今仔日这个困难，我今仔日这难题，上帝敢知影？上帝知影。啊！你得信上帝，你得祷告上帝，你跳出来，上帝啊！上帝甲你起咧，上帝甲你抱咧。现在听别这是阮的信心，虽然阮看袂着你，你照样能看着。啊，你知影阮大家人今仔日的处境，啊，兼且有一挂人今仔心情真艰苦。虽然伫礼拜堂，总是伊的心内在想着家庭，啊，想着伊的囝儿，啊，想着真远的所在，有像什么问题未解决？祝你听伊的祈祷，啊，互这几位朋友、这位兄弟、这位姊妹。将伊心
奉献给你，知影你在看，你会抓着伊，啊，你会将伊抱出来。请阮的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啊，南牧师的带领哦。啊，上帝父亲看无错哦。啊，后座先，南牧师他要上帝到耳康哦。后来咱三个人献诗啊，回应的诗歌号164篇，那164首。Jesus.
刚才在有看热心的。圣父上帝的圣灵，圣子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圣神的感动安慰，跟您同在，对祂直到永远，阿门。